没有对焦呢，儿子没有对焦呢，等一下镜头吧，等一下镜头猪圈桶的位置嘛。老公，我怎么一直流汗？是正常的吗？这边那么热，当然会流汗了，我也会。真的。嗯，现在跟我一样喜欢户外。竹节虫哎。好的啦。爸爸。他发现了螳螂的蛋。啊，你可以拍螳螂的蛋，螳螂的蛋蛋往上。它下在哪？找到了。了螳螂的蛋。对。那红光吓死了，那个蛋是多大个？好大颗哦。